大家好，我是阿贵，我们等会儿又继续再战沙漠。昨天下午玩了一会儿，真是玩上瘾了。但是昨天下午大概就玩了一个多小时，然后挖沙子又玩了一个多小时，没有玩尽兴。今天下午准备再去玩一下。然后现在我的车子先把电给发上了，因为我这个唐电梦啊，必须在电量比较充足的时候，它的市区才会非常的好。我打算直接给它多发一点电。我们刚才已经把午饭给吃了，直接煮了一锅冒菜。然后这边发电的话，我把这个引擎盖给打开的，因为这样子散热更好嘛。因为它原地发电的时候是非常的热的，你看一股热流袭来，原地发电8000瓦，现在看一下多少了，66的电了。我是在吃午饭之前发的，还是发的挺快的，发了个70%-80%就可以了。然后今天霓虹还是就在房车里面，我自己去玩。真不错，霓虹自己在房车里面可以看电视啊，然后遛一遛那个利奥，遛遛我。我们三辆车又马上要出发了，旗杆都已经插好了。这个玩沙子真的是越玩越上瘾，昨天就体验那么一小会儿哈，虽然说非常的吓人刺激哈，但是我觉得男人哈都喜欢玩沙子。这种感觉啊，真的无法用语言来形容。今天我们准备再深入一点点，因为昨天本来是想深入的，结果陷车了，所以说没有太深入里面。今天这个太阳也非常强啊，这顺便能太阳能把房车电给充一下。昨天在房车里面洗了一个澡，水给用完了。今天我们下午一点就准备就撤退了。六幺在吃饭吗？吃好了。吃好了。嗯。嘿嘿，林红军还是在车里面玩。去车里面待着挺舒服的哈，嗯，就这样挺好的啊。对，你玩你的，我玩我的。因为霓虹对玩沙子没什么兴趣，但确实真的很吓人，你可能不敢坐车。我还是配利亚好了。对对对，关上。外面有点热，但车里面待着还是很舒服的。我走了，利亚，我走了，我走了哈，拜拜。你想玩沙子吗？等你大了，我带你去爬坡。全时市区100公里一碗狗粮。可以啊。好了，现在一切准备就绪，我们就准备出发了。我这边的电已经发的差不多了，开始出发。我玩沙子去了，这个铲子我直接就放在副驾驶这里了，随时都要铲。现在已经70%的电了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只要搞于30%-40%的电，就没问题。你在车上好好玩哈，好，可以看会儿电视，然后多收拾。水没有？我有水，有水。我给你拿水。可以可以，拿一瓶矿泉水嘛。胖子，你带头呗。好的好的好的好。出发。昨天那个胎压我也没有打，因为今天本来要去玩的嘛。但是这个低胎压在这个公路上行驶的话，感觉特别奇怪。拿了个水瓶子给压着的，这个打向方向盘都好重啊。今天我们直接就是往里面多开一下。车里面什么小微沟啊，去看一下吧。大微沟的话就算了，我们这个技术啊这些还不行。哇，现在方向盘打得好重啊。我们今天还是从这个里面进去。我们现在就往里面开，先走这边上一点路往里面开。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，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
带走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的脾气。你曾拥有最美的爱情，你听过最美的旋律，触摸过一个人孤独的恐惧，也看到过最美的风景。我跌跌撞撞奔向你，你也不能一个人离去。我们在一起说过，无论如何一起经历了风雨，平平淡淡安安静静的老去。看到过最美的风景。